我有个开小超市的爸妈是什么体验呢？深夜肚子饿了，掐指一算，已经有好久没去老爸的小超市了。家里怎么一股臭味啊？原来就是他们呀。那么臭，这是花了吧？那就让我来爬梁解决了吧。没关系，难不倒我的。我的刘爱妃们，赶紧的都出来吧，看看哪个爱妃最讨朕的喜欢。来看看这个爱妃姿色怎么样，貌似有点姿色平平啊。看看第三房如何。哇，三娘朕要封你为皇后，来陪朕打开另一半江山，居然是个双胞胎。感谢爱妃为朕绵延子嗣，朕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。已经迫不及待看下一个。不愧是朕的爱妃们，一个个圆润饱满，朕的爱妃们终究是无人能及。剩下的就做个烤榴莲吧，再来做一个芝士榴莲饼。这才是深夜追剧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哇，哇哦，好香啊，别看它小小的，肉还挺多。这些榴莲全都是来报恩的吧，它烤得黑黑的，还有一股焦香味呢。嗯，焦焦的这部分有点像吃烤红薯的感觉。好好吃，好香甜啊。烤过的榴莲它吃起来会更加香甜，更加软糯，入口即化。它真香啊。吃完烤榴莲再剩下这个原味榴莲糖。天哪，这也太好吃了。入口特别的丝滑，吃起来蛮香蛮香的。这个深黄色的小榴莲它吃起来更鲜甜，带你们一起来实现一下榴莲自由。肉质特别细腻，一口下去光满足，它好饱满啊。它像吃一块大榴莲蛋糕一样，吃榴莲吃得好的感觉，水怎么样？好饱啊，真的吃不下了。吃不完的还可以给它种起来，做成榴莲冰淇淋。